是一个很好的学区。麻州排名就是经常是排第一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， 我现在在 Dover， 然后在帮客户来收房子。我们今天就准备过户了。然后这个是 Dover 的一个社区，然后它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的临海别墅。然后我们这个客户他是在几个月前订的这套房子，从9个 offer 里面胜出，很难得。看房子的人是非常有品味，然后选东西的颜色配色都很漂亮。然后进门这边是厨房，然后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这块，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。对，水吧台很漂亮，然后它这个上面的颜色就是你仔细观察一下，待会儿我们走到家里面仔细观察一下，它家里面的所有的配色都有这种蒂芙尼蓝色。像这个烛台也是这个颜色，红色、橙色、绿色，就是基本上就这几个颜色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个厨房是翻新过的，所以买家进来不用再重新翻新，这个很方便，很好，就直接入住就可以享受了。我们跟这个卖家谈，他们把他们的这些所有家里的装饰品都留给我们，就是我们也不用花钱去买这些装饰了，所以住进来就跟现在一样，包括这些家具也都留给我们了。对，所以就买下来就是直接他们把自己的东西拿过来就可以了，拎包入住。然后这边他们做了一个壁炉电视墙，然后旁边也有很多的装饰。上来二楼呢，这块是一个卫生间，这是客人的卫生间。这个客人的卫生间也很宽敞，然后也很新。看它这个墙的颜色，就是刚才说的蒂芙尼蓝。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卧室。他们就做了很多这种装饰，它是白色和这种蒂芙尼蓝。然后我这个朋友，我这朋友是一女性朋友，然后她自己一个女儿。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这种配色，很漂亮。然后这边的墙也是有这种 panel， 然后他还建了一些这个小的壁柜，装一些装饰品。主卧也有一个自己的小壁炉，壁炉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事情。它这个顶是很高，有这个天窗，面积也非常大，可以看到放一个 king size 的床，还可以放这么多的家具。主卧的卫生间很大，它有一个淋浴间，还有一个泡澡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生活品质很好。它是一个阁楼，但是呢他们把这个地方改造的简直是不要太舒服。这个地方他做了一个小床，底下还有储物空间，看起来是一个小朋友的玩的地方。然后还有天窗，有天窗就非常亮。这个是它整个三楼的空间，还有一层地下室，地下室也非常漂亮。这个地下室是我这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，可以说到这个地下室就更加爱上了这套房子。那他这个地下室他摆了这样一个三角形的桌子，然后这个桌子就是他觉得也很难拿得到，所以就是卖家又留给我们，平常也不是很好买，正好接近到这个空间，所以就非常的好。然后这边他也有一个柜子留给我们了。然后这块呢他们是做了一个影音室，有一个非常大的电视机，这些家具都是留给我们的。然后我这个朋友又特别特别喜欢唱歌，那有这一套简直就是梦想中的家了。